清静而清新。英雄城的模样是否如你想象？南昌是绿意盎然的画，赣江北去，西山叠翠，一城山水，半城湖，向湖而生，拥湖而美。水域面积占30%，湿地公园星罗棋布，被评为国际湿地城市。这里是全世界离白鹤最近的地方，飞鸟来去，江豚戏水，造物神奇，点睛山水颜值。南昌是文华绵延的篇章，青铜上的铭文刻写2000多年沧桑，海昏侯国遗址惊艳世界，千古名篇《滕王阁序》被誉为最美古文之一。寺观里的晨钟暮鼓，古村里的青石板路，街头转角那些闪耀在史册里的名字，穿越历史，厚重了时光。南昌有敢为人先的胆气，从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到国产大飞机，从规衬底 LED 中国芯到 VR 产业高地，手机闪光灯移动照明出货量全球领先，电子信息、汽车和新能源汽车、航空装备、生物医药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，从制造迈向制造。1200多家金融机构企业集聚，巨星金融中心实力出现，城市大脑数字赋能，打造一流营商环境。南昌有大气开放的豪情，东方马可波罗汪大渊远航出海，江右商帮足迹遍及全国乃至日本、东南亚。今天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，这里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，空、铁、工、水四位一体，八方汇聚，国际陆港、铁海联运、中欧班列，四海通达。东进、南延、西拓、北融、中兴，大南昌都市圈携手奋进，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。南昌有动感时尚活力，舌尖享受，商圈上心，夜经济不打烊，满足每一种高品质生活渴望，书香浸染，视听浪漫，青春奔放，实现身边的诗和远方。这里是人潮奔涌的方向，一个个梦想奔赴星辰大海。一句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道不尽这里的万千气象。精气神与烟火气兼容，守正与创新相通，古老而年轻，开放且包容，
自信，发奋，齐心的南昌，以敢打第一枪的气魄，汇聚做示范、勇争先的蓬勃力量。英雄城南昌，超乎你的想象。